白吧，白首不能依靠，国家进攻城，稀罕。你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叫无有长城不倒，现有啊，半截砖墙屹立。这来阴的，谁来阴的？就是那时候大喜的日子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装也得装装样子。我没你觉悟高。 那是，反正我想通了。将来这自己生出来，反正是姓顾。你管这孙子他妈他爸是在哪儿办的婚礼，那是不是？咱们看看去吧，笑脸相迎。软骨头，虫。哎哎哎，那桌子不是放那儿的。啊，这边来，从这儿来。啊，这边，从这儿来啊。往这边挪动来。对对对，往这边。哎哎，慢点，慢点。 大贵，辛苦了。行了，就给你们送到这儿了。嗯，你们就在这儿等车。好。胖子，咱俩这么多年，临走还得喝点啊。知我者莫贵，大贵者也。来。哎呦，牙，你少喝点儿。你急什么呀？有什么好急才几点？可是。你可是啥？丫头，这俺得说你两句了啊。你说你在你们家啊管着他。 这马上要跟他回城了，你还这么管着他？这男人呢，你得给他留点面子。他要真懂这些，哎，我结婚这么大一件事儿，我能不请你们和知青点兄弟姐妹好好给我热闹热闹吗？哼，说到底你就是嫌俺丢人是不是？俺就丢你的人了，怎么了？你就是心里边还有那个丁小薇，你心里边有人家你就找人家去啊！人家要是要你，我走。给脸不要脸了是吧？ 哎哎哎，胖子，来，你跟我来。胖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如果要是找了这丁小薇，还不定咋样。那个女娃子，表面上看着斯斯文文的，心里头藏着刀呢。 夏阳堕胎那会儿，夏阳堕胎，闭嘴！村里人都不知道，但是俺知道，俺是干什么的？医生。虽然是赤脚的，那也是医生啊。我看着夏阳那孩子真是太可怜，正好丁小薇到这来拿药，我就把一包堕胎药交给他，让他带给夏阳。 可是我发现，丁小薇根本就没有把药交给夏阳，夏阳是生生自己用大罐子把孩子给砸下来的。还记得你们把他送到卫生所的时候，他就剩一口气。我就悄悄地问丁小薇：“我说要的，可是他支支吾吾，到最后也没告诉我。”真的假的呀？丁小薇真不是好。
我知道你为我好，兄弟之间酒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，但这话不能乱讲。胖子，这么多年我的为人你应该清楚，是，今天是喝了点酒，但是我这心里头明白啊。八贵，你喝多了，谢谢你来送我，我敬你，好好保重。 你们每个知青走，都应该走。行了，我回家还有个会，你们在这慢慢等，我先走了。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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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哥不能瞎说，他那么实诚的一个人，这种事儿怎么可能瞎说呢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这还知识文化青年呢，怎么可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呢？太可怕了！媳妇儿，我这辈子没求过人，你今天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啥忙呀？ 刚才大贵说的那些话，你就当饭给吃进肚子里面，烂在肚子里，从今以后不要跟人提半个字，尤其是当着夏阳跟陆远的面，求你了，帮我这一次好吗？你要是对我好，我就不说。那我也会对孩子更好的。夏阳。 给你拿点肉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还记得以前吗？咱们要是买了肉，甭管多晚，都要等大家伙儿一块儿回来吃。小薇，别再提以前的事儿了。那就留给小兵吧。 我拿去。还有这个喜糖，大白兔子，你一定要吃一块。好，我一定吃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 老班长，谢谢你，好好过日子吧。哎，你理清了没有？啊，小爷。 哎呀，这点钱就把你给弄晕了，一晚上笑得跟个二傻子似的。小心再来运动啊！那清算你！呸！懂什么呀？你别跟我这儿打岔啊！我这得算清楚了。啊，这一对儿吧，是咱们自个儿家的。嗯。
里屋那一对呢，是人家家亲戚送的，啊，将来啊，好还给人家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啊，人情啊，不是债，砸了锅来卖。你以为这些钱都能装在咱们自己家的腰包里啊？不行，将来得一五一十的还给人家。陆远，太晚了，你要是困了就睡，不用管我的。不困，再看几眼，你先睡吧。要是因为我待在这儿，你就一直不睡觉，那我可以出去。小薇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真没事儿，你先睡吧。陆远，啊，屋里有剪刀吗？剪刀？你要用？啊，用一下。这屋没有，我去我妈那儿给你拿。哎，陆远，那算了，别去了。小薇，你要剪刀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心里要是不舒服，你就跟我说，千万别。陆远，你放心，我不是。那你怎么了？肚子不舒服。线在后面给缝死了，只能用剪刀剪开。我现在，你别哭啊，我帮你弄，我来帮你，转过去。有一个线头，找到那个线头，使劲拽。陆远，你使点劲儿，不用担心我。先把衣服放下。真香，收起来。谢谢。
小薇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路远欺负你了？没有。出什么事儿？能出什么事儿？回屋算去。哎呀，你还没搞清楚呢。哎呀，搞什么清楚？这点眼力见儿都没有，回屋去死了。嗯，嗯，行，你吃慢点。你牛杂姐，不用了，你都吃了吧。 姐俩，把一糖都吃光。都吃了，那不得齁死啊！你不知道，这是喜糖。喜糖呢，一定要都吃完，这样结婚的人才能过得幸福。真的？嗯。甜吗？甜。姐在乡下那会儿，就想着回城以后一定开个糖果店。 这花花绿绿的糖果，让人们给买回去，吃一口啊，就甜到心里。这样日子再苦，也不觉得苦。姐，难得见你一回笑脸。以后姐天天让你看见。姐要是真笑起来，这胡同里的人啊，都得闭嘴。 真是我妈给的，哪有假的？你说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妈平时那么高，这么大一块肉能吃仨月，她怎么可能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你呢？喜欢我呗。臭美！哎，我告诉你，这我妈可是个老鸡贼，她肯定是想用这镯子把你套住，让你以后啊嫁不了别人。 我看你才鸡贼。我就纳了闷了，
你说你一个无产阶级的铁姑娘，怎么也会喜欢资产阶级这玩意儿？废话，女孩子谁不喜欢这个？他妈不带着呀！干活怎么带啊？我呀要留好了，等休息的时候去省城带。来，给你喝点水。 给谁煎药呢？我自己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不太舒服，可能有点感冒吧。哎呦，烧着了吗？不烧。啊，不烧。哎呀，哪儿配的药啊？外面的小诊所。哟，你看看小诊所的药怎么能吃呢？明天到妈单位的医院里去查一下。不用。真不用啊？妈，真没事儿。 一点小毛病，吃了这副药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没事就好。小薇，前两天跟你见过面的那个男的，还想跟你再见见。还想见？啊，听岳美说，那家人家条件挺好的，父亲是干部，母亲呢是教师，说是以前啊处着一个女的，也是从知青点回来的。后来那个女的。 说跟那个知青点的人啊谈过恋爱，而且还怀了孕，哎呦，把那男的气死了。人家是看我们家风好清白，才愿意跟我们结亲家的。妈跟你说，跟男的接触一定要长个心眼儿，不能糊里糊涂吃了亏。你看那个女的怀着孕回家，挺了个大肚子，那她以后怎么办呢？ 从来没失手过，真的没下去。要不给你做个引流吧。什么？就是用工具啊，伸进去，在里面捣碎了，它自己就会流出来。会不会出人命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做了多少个了，你就放心吧，过来吧。哎呀，过来吧。
亲家母，哎，我是来告诉你们，小薇的工作啊落实了。哦，是那个音乐附中吗？是音乐附中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，你真能干，谢谢。小薇，祝贺你。小薇这孩子啊，从小爱弹琴，要不是下乡啊，早就在国外了。哎呦，亲家母，你说你可真够厉害。哎，现在小薇这工作啊落实了，那路远的呢？啊，别急呀。原先托的那个人啊是个副职，最近啊正在转正。人家说了，在这当口不能太过分，怕有闲言碎语。嗯，理解理解。你放心吧，年底就年底吧啊，儿子媳妇儿一块上班。哎呀，这可是太好了。儿子，快谢谢你丈母娘啊！谢谢妈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不过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年轻人不能只看眼前，要有人生目标。陆远，不能因为工作在望就把书放下了啊！嗯。小薇也是，不能有了工作就不考虑高考的事儿了。现在呢，国家正需要人才，鼓励啊边工作边高考，你看看，他们这代人遇到好时候了，一定要珍惜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妈。妈，知道了。你怎么了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陆远，你知道从小到大我为什么老愿意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你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是我就愿意跟你待在一起，因为我一抬眼就看到你，这样的话我心里面觉得特别踏实。哎，我太安定了。你要是安定的话，那我天天都愿意当病人。行，你早点睡吧。哎，还有几页啊？没几页。哦，那差不多，你也睡吧。陆远，再凑合一段吧。等过了这一个月，我就想办法搬回家里去住。那怎么行啊？你回去，你妈不得怀疑啊？还有我父母这儿呢。会有办法的。你先睡吧，我这马上就完。好吧。胖子，啊，你还不赶紧着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啊？就是啊。那介绍一下。介绍吧。来，那个隆重介绍一下贱内。糟糠之妻，徐丫头，你们就管她叫丫头就行。来，给哥哥姐姐们问个好。嗯，大家好。丫头你好，你好你好。我认识你，我在我们家照片见过，你是丁小薇吗？我是丁小薇。
你好，丁小薇。胖子，还惦记人丁小薇呢。哎，你那会儿家里那给人送花那事儿怎么着了？没下文了？没了。真不知道。往事就不要再提了，特意给你带点山货，好好补补身体，长身体。哎呦，还说呢，还说山货，本来我们准备的可多了呢，这不一出门嘛，就让我婆婆给扣下了，就剩这点了。媳妇够实的。跟你这个沾上毛贴上尾巴就是猴。来来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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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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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吃吧吃吧吃吧，来来喝喝喝。哎，那你张了，你咋了？快点。什么？你说的哪有废话，没完没了。说了实话吗？我管不了你，是不是？行了行了，你说你走，吃饭了，去吃饭了，去吃饭了啊！走走走，我上厨房。妈呀，又这一堆呀！哎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你这你脑门子汗呢，疼的这是，咋还没事呢？怎么来了？宋姐，麻烦给我口热水。不是我说你，我早就跟你说，来那个倒霉的东西你就别上班。你怎么还挺着呢？我不是穿了套鞋吗？那也不行，你还是个姑娘呢，你万一落点毛病，你这辈子就哭去吧。哎，你上个月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个躺板啊？我觉得不对劲儿，要不找好医生给你瞧瞧吧。不用了。你从啥时候开始的？一直都这样。不行，我得带你上去瞧瞧去。不用了。你这孩子咋这么犟呢？要这么犟，我说不用了。对不起。这孩子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哎呀，他根本就不能喝，哎，替他喝啊，哥哥们，来，走一个。你媳妇儿比你强。我没问题，我跟你说，他是虚张声势，他根本不能喝。哎，你记得不？那次我们在家的时候，他喝多，抱着我的腿，呜呜的哭。你记得吧？哪那么多废话？给你脸了是吧？哎。憋死你了，胖子，管不了你是不是？胖子，你再吃我，跟谁怎么了？愿意待待，不愿意待哪来？回哪去？你，你知足吧啊，胖子。有几个女人能替自己男人挡酒的？别哭了啊，别哭了，才多大点事儿啊！姐，让你笑话了，你不知道，自从我们两个决定要过来，这一路上。他就没给过我好脸，一次不是一次，脸不是脸的，怎么了？不就是人丁小薇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他见了丁小薇，整个眼睛都呲在人家身上了。在我这儿，他从来都没用过这种眼神。别哭了啊，你多想了，别让他们看出来。去洗把脸啊。嗯。什么时候开始疼的？大半年了。知青吧？结婚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有过孩子吗？你说什么？有过孩子吗？问你话呢，这里没有别人，你得跟我说实话，不然我无法做出判断。有过孩子吗？没有。从我刚才对你的检查，
都显示你曾经流过产，而且堕胎方法不当。你要做好思想准备，你可能怀不了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有可能终生不孕。是不是真的？什么？胖子他媳妇儿说那话是不是真的？是，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。不是，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丁小薇，如果这事儿你真的那么做了，那你就应该有勇气承认，去给夏阳认个错。当时他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成了什么样子，你们是一个宿舍的，你应该看到过。事情不是那样的。那是什么样？真的，你相信我。我相信证据，你也不用觉得委屈。这事儿我去找证，我直接去问大贵。陆远，陆远，陆远，你别去！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咱们俩已经结婚了，你现在还问这些事情，还有意义吗？有，非常的。如果这事儿没有发生，我们的婚姻是帮助；可如果有这事儿，我们的婚姻就是阴谋。从隐藏药开始，
岁月无声时过，枕边的泪痕慢慢轻落。曾经的我们那么真实的爱着，幸福从不曾怀疑过。树叶飘落，眼泪无期相逢，思念的梦如诗如梦。这些年我们还会在纷乱之中解不开心的锁，来不及此刻再爱你，此生犯的错，如果重来过，如果不放手，也许是奢求。心更痛，还剩下什么？匆匆的掠过，抓住了什么？茫茫人海中，也许风轻了，也许爱真的淡了。原来我想一直褪色脱落，一直在原地不停盘旋着。